光发紫啊。好，那带来这是第三首歌曲。OK， 好，带来这首那个专辑里面的歌曲，也是泡蛙虾的那个金曲片尾，歌曲《光发紫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一起热情的掌声鼓励，共同欣赏。谢谢。好，送大家今天的小礼物。在这里。还在那边。在这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是大礼物。谢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好，高文，高文。感谢各位恭祝哦，恭祝起来起来，挥挥手哦，我是三星哥的恭祝哦，恭祝，今天很辛苦啊，很辛苦，送你一张海报啊，来，干温啊，干温哦，恭祝，谢谢你，谢谢恭祝，来，现在送大家小礼物，被求求忘掉所有喜好，不管都在不声而笑，谢谢你们，不管，谢谢谢谢，这里是哪里？谢谢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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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知道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把你的心感受出来放掉，失去了你实在是谁忘了我吧，还有明天是谁谁能看得见，困惑起粉丝们，各位好朋友们，各位来参加。
请叫好人家三位又叫又护好朋友来把你的目光转移到舞台上面来，我们子谦要来送大礼物咯。对，送我的专辑给大家。对对对，送我的亲手签名专辑。对，亲手签的哦。对，只有三张而已啊。好，是第一道题目来了。好，来第一道题目哦，稍等下会响的好朋友咱才给他唱哦。好，请问一下我叫什么名字？还没了，来来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举手。好、哦，那个，这个太那个了啦。哎呀，还抱抱啊！太热情了啊、哦！哎呀，恭喜帅哥，也画个烧香，你知道烧啥缸？好，第二个问题。哎，请问。今天是哪一个宫的宫庆？三、二、一，举手！来来来，多姐，好，杀庆宫，对对对，庆宫，好，来来，恭喜帅哥！哦，大哥，你看那底套金，我那花个就大声的了。哎呦，弄了，等一下上车就可以听了啊。好，然后剩下一张哎、欸，剩下一张，我想一下哈、哦，我喜欢，我刚刚在唱歌的时候一直在想。对，如果今天小礼物跟大礼物没有拿到没关系啊、哦，你看冠军电视台晚上6点开始就可以了，直接听到今天唱歌。哎、哇，你帮我想了一个很好题目啊，请问一下，我现在在哪一个电视台主持节目？三、二、一，举手。哎、欸，蛮好，后边一个机会。来，再一次，我现在在哪一个电视台主持节目？三、二、一，举手。好，那一个大哥。嗨。嘿，听我来，你直接来前面。哈？来，都去打。华视、中视。好，谢谢。恭喜冠军电视台，晚上6点开始啊、哦，晚上6点到8点都可以看我们子谦的主持节目啊、哦。哇，来三个大礼物也全部送出去了啊、哦，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那时候我和长庆公家啊，那里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对我们子谦的爱护，看到大家对你这么的支持与爱护啊、哦，哇，所以呢，我们子谦会更努力，以后呢唱更多好听的歌给大家来欣赏，那么主持更棒的节目，啊，介绍更多好的产品给各位啊、哦，那我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祝福他演艺事业一帆风顺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哇，谢谢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明华姐姐啊，数不着丢，明华姐姐颁奖，掌声谢谢姐姐，再一杯干啦！好，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子谦，谢谢。你的两包红包在这哦，姐也嫌要给你开去啊。好，欣赏我们子谦的表演以后呢，看完帅哥要看什么？美女，对不对？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这个美女啊、哦，她不是唱歌，她也不是跳舞，但是呢，她的乐器可以讲话啊、哦。来，要来为大家邀请的这一位呢，相信大家对她非常的不陌生啊、哦，这是我们国乐界的二胡女神冯启杰老师，那么也是我们的台湾之光，有受聘哦，在我们的国际狮子会台湾总会，我们的 MD300 爱心公益大使，也荣任新北市平林区观光代言人兼亲善大使，也是我们国乐的国家代表队哦，多次代表我们的国家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，不管是法国的马赛歌剧院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、韩国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香港，还有各大电视台都有演出哦，三立、八大、中天、全大、卫星、大力电视台，还有凯雅、富力，以后也会上冠军。还有邀请到过我们的中正纪念堂跨年演唱会，还有国家演艺厅，还有江蕙二姐的演唱会中也有演出哦，还有吴念真导演的短片配音啊、哦，还有参与了国父纪念馆、国军英雄馆、台中中山堂、嘉义文化局、云林县议会、屏东演艺，太多了，念不完了啊、哦！那么各大的公益慈善演唱会都有演出啊、哦！来为我们邀请的是二胡女神冯启杰老师，我们给她热情的掌声鼓励，带来一连串的组曲表演。